在高雄旗山有一家服饰连锁商场，义卖服饰价格低廉，吸引了许多民众共襄盛举，所得全部捐给慈济救灾。29元、49元再打九折，最贵的也不到100元。这些好康的便宜货，果真吸引不少民众一起奉献爱心。我跟客户讲说，你买衣服买漂亮又送爱心，啊，那客人就听了就很高兴。那我就说啊，你可以买全家人一起穿的，啊，客人就点头。既能捡便宜，又能帮助受灾乡亲，这是老板想出来能够尽一己之力的方式。现场也放置了爱心箱，谢谢，感恩感恩。一方有难，十方驰援，这些所得都将全数捐给慈济，作为赈灾之用。老板的智慧让许多民众有机会耕福田。大新闻真善美志工高雄报道。